第三试题，请问当燃料电池消耗氢气10公升，则氧气应消耗几公升？同温同压的情况下，系数比等于摩尔数比等于气体的体积比。我们从前面的总反应式可以看到，我们的反应的时候，氢气压氧气的系数比是2:1，根据题目的叙述，它们的摩尔数比也是2:1，它们的体积比还是2:1。所以如果现在我要消耗我们的氢气10公升，那我们的氧气就要消耗5公升。因此第34题问我们说，则氧气应消耗几公升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, 5公升。